十月三十日，姚晨在微博上晒出和章子怡、苏芒、陈飞宇、王景春等人的在电影节期间忙里偷闲聚会合影的照片，并配文“东京集结”。照片里，大家在东京街头笑得十分灿烂，引起网友围观，并留言道：“你和子怡都好有气质啊！天啊，这是什么神仙组合？”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